普有选到健康不被套，我是主持人 Amy。 鼓掌。最近大家都在谈有机，您对于有机有什么看法？当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当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有的，这是股神巴菲特说的。不，他是我说的。现在大家都在谈有机，那你就要小心喽， Amy。 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投资它不是投机啊，你要投就要投有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你选股呢就要选对股，这样你的健康获利才能翻倍。看一下马玉山他的基本面，他是在地的谷物专家耶， MIT Made in Taiwan， 全台湾第一家双洁净标章验证的厂商，台湾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 哦。自己的厂房自己研磨，坚持看不懂的成分就不用。你说这样的良心企业必须得买，你吃不吃？吃。每一罐每一包都是有机，而且不是短线投机哦，你吃不吃？吃。高铁高钙高纤，成分单纯，连全吃素食者都可以吃哦。吃。铁罐装，黑豆杏仁芝麻粉，香气十足，活力满分啊。爱运动爱健身的，随身瓶一瓶带着走，健康跟着有。无论你是 A 加 B 或是 B 加 C 或是 ABC 都可以自由搭配，有买就是有赚到。看看我们 Amy 已经下单了呢。投资基金理财有风险，但是投资马玉山你的健康没有风险。 Cheers。 本集节目由马玉山独家赞助，以上内容没有任何雷同及夸大效果，一天两杯马玉山健康有机第四餐。真的很棒耶。是，我也很棒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